小狗的肉干定力挑战。是肉干，又想干嘛？等等哦，挑战开始。我好想吃，但我是乖狗狗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好，狗仔 OK。还有吗？有啊，肉干要改放头头哦。好啊。小狗的肉干定力挑战，头头篇。时间快到了吧？哦，哎，没被处罚，肉干还加倍。时间过得好慢。好，OK。